全台北最精髓的老板。我们会有一个旁白在旁边 rap， 例如什么红旗举起来，干嘛？绿旗举起来，绿旗不要放，红旗给我放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先看看他们举起来到哪里。举起来，放起来。OK， 就这样喽，就这样喽。好，我要输入你。左手举起来，右手举起来，左手放下来。他完全没举举举三分啊，可以啦可以啦。蓝色举起来，红色举起来，红色不是举起来，
手音，手音，手音，大牛五班，大牛五班，来哦，红色独自举起来，红色独自放下来。哎呀，小月，小月啊，一个零点打包金嘛，把你笑爆。有没有逃过一劫？没有，有逃过一劫有。我们这个节目装的，有逃过一劫，就是一比三，就是我们四个人，我们四个就逃过一劫。哎呦，什么？今天比健康步道 ，damn， 看完了，看健康，8:46，我们9:46。凌晨好，我们允许他快一点。你先啊，你说的太过分了吧，夸张太夸张了，看够了，随便你打，他只要能够入场，然后现在跳就算了。喂，喂，老板，是，老板，你现在可以来一下吗？现在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可以帮我跳一下健康步道吗？健康步道，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。哎，你可以，老板说错吧？好，再找三个来，找三个来。谢谢老板。来，再下一个，再找下一个。再打一个真气功，我们努力吧。可以，就算给你算了，好不好？算。然后他打呀，我跳过来都比你自己跳还快。你们两名。喂。哈哈哈！傻笑。你在干嘛？那人在哪？啊，你人在哪？啊，你愿不愿意为了我搭来台北一下？确定确定的。对啊，确定的，出事了啦。怎样？你知道健康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啊。你知道在上面跳下来有多吗？我知道啊。你帮我来跳一下。我可以跳啊，你要训练吗？对对啊，现在我请你吃饭。我请你吃饭，你把健康步道搬来我这边。哎，他可以吗？不行，对啊，踩一下啊。那才能就没事了，我们就一起去吃饭了。对啦对啦，可以的。等一下，等他有另一个桃园的朋友，顺便跟你一起搭过来，一起去。那你如果有人陪你，愿不愿意？我愿意啊。好，那我们问一下另外一个桃园的朋友，你先等一下啊。怎么？喂，那个吧。来是是是，你在三重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来台北一下吗？你听不听我来一句话啦？跳一下健康步道，很认真的。不是，我现在去台北吗？对，然后帮我跳一下。车钱他付，车钱我付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吃宵夜，可以吗？等你一个小时，你不用跳，跳到什么板？你看，可是你用力就好。啊！跟你身上不一样。剩三下，老板一下，还剩两下，好，我再跳，再一下，再你一下，再你一下，再我想清楚。对，还要多一点。哎，没站稳住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去哪？还好。嗯。落地。超痛的，他妈的超痛！这是下哥吗？不是，我答应的人。他还挺吗？不太挺，比他还挺是。会挺吗？是手。哎呀！
你已经妄想了。接一下，知道谁打的？知道谁打的？接一下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小姐，你好。他说不要，不行啦，快坐下。鲤鱼都掉了，停一下，鲤鱼都掉好像应该输成这样。你把 AP 的昵称念出来， AP 的昵称。你看，你看，给观众看一下吧。我叫你什么？ AB 妈妈。那你不跳下？我没有跳啊，你道德绑架有没有？真的。妈妈，他们这就是道德绑架，没有帅了一个，妈妈跳一下，我们就上了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跳的话代表什么？他也要跳。好，老板你跳下，老板你跳下，六下，完了，你是人间去了，你就不用不用跳的话，你就跳出来更痛啊，怎么跳？那就跳大力，他算你尽力就可以了。你不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然后我们明天开始。